小班刚夹一次就中了，可能真的很爱夹娃娃机。这个啦，这个啦，这个啦，这个根本这个根本塞不进去啊！你要推就快点推。开始。那老板就把这个松起来，然后又提到我。没有，这个不行。啊！可是你看，晨晨爸爸手上有一个哎、欸。这个呢？这个谁要的？这谁的？我说你的。这什么？爸爸刚才讲。那我们回家再看好不好？我看你家会讲到。